Yeah!
希望蔡英文来回应。目前有56万的外籍工人在台湾，他们领的薪水是基本工资，工时非常的长，不能自由转换雇主。我们想请问我们的未来的蔡总统，你怎么在政策上保障这些外籍的劳工？我们刚刚讲过，民进党，如果你要展现你是一个民主的政党，你要展现你是一个重视人权的政党，如何回应外籍劳工的问题，就是这个关键的时刻。我们希望民进党可以清清楚楚的来告诉我们，这些外籍工人，我们两年一度一个大游行，我们没有选票没有错，但是你们说你们重视人权，我们希望你可以真真正正的回应，你怎么看待这些弱势的工人，而不是只有点亮台湾，却没有点亮劳工。每年要编331亿的预算，但是我们有78万的长照需求，也就是说，每一个人每天可以多120块。我们要问，目前政府只提供了1层的长照服务的这样的状况，这120块能够阻止我们每天在身边发生的长照悲剧吗？蔡英文有具体的政策，让这些长照悲剧不再一件一件的发生吗？